好，下一套啦，Labyrinth Broth 啦，即係 LB 啊 ，Little Buster。哇，咁就講完㗎啦。係啦，咁就講啦。係啦，你話呢套呢，即係好多人開頭都話，即係對 JC 製作嘅嘢，大家都知道 JC 出品必然。必熟。嘢啊。唔係，日常係冇問題，非日常就一定會出事嘅一間公司啦。係喎，而家好日常㗎喎，應該。佢有日常。你錯啦，幻覺嚟嘅啫，講完啦。啊。但我其實呢，我冇睇 Little Buster， 原作接觸幾多好少啊。咁啊，講返啲 background 啦，咁佢可以話係 key 寫近年嘅其中一隻 game 啦，即係繼所謂嘅三神器啊之後嘅，都算係另外一隻近年啲嘅作品啦。咁啊，大概幾多年啊？2006年、2007、2008年嗰啲 period 啦。咁啊，做完之後一直都已經2007年嘅。一直都有人話係啊，兩年中間咪2007年咯，兩年一直都有人話嘅就啊，幾時做動畫化？因為大家都見到啦，第一套 即係頭三套 Blu-ray 化動畫啦，有呢個 Air 啊嘛，咁另外 Key 社你另外兩套名作啊 ，Colado 啊，同埋呢個 Canon 啊，咁亦都喺呢個京阿里方面係好平嘅。咁啊，呢個去到呢個都算係可有人氣嘅商品出到爆炸嘅 Little Buster 啦，甚至出咗幾個 version 嘅。啊，幾個平台都有嘅。A B 先咩？係啦，咁應該都幾好啊。咁但係問題衝到嚟電話版，唔係電話版，動畫版咧就變咗呢個 J C 啦，因為大家呢、這個大家都阿鼻叫換了啦，所以就唔係初頭出咧，原係四一號愚人節嘅啫，點原來真嘅？咁你話嗱呢套嘢就我雖然有玩原作，但我照動畫咁講啊，我玩過原作，其實我都係玩咗兩條線嘅，其實我都係。咁其實個故事裏面就講啊，一開頭故事就講呢、這個啊公介就話啊，突然間學校裏面講話公介翻，我哋要有我哋咩青春揮曬啲熱血，咁就跟住叫曬成班 New Butter 嘅成員就整個棒球嘅一齊玩棒球，大概咁啦就。咪整個布先，佢整個。唔係個故事套路呢，其實你話我而家去到第四集，但係我好似去到我睇到第三集啫，四集係。其實你話頭三集呢，有都有一個基本嘅套路，就係日常，一個互鬧嘅戰鬥，跟住日常，完，三集都係咁樣嘅，那個套路都係，即係而嗰個戰鬥嗰個方式都係呢，突然之間喺個飯堂裏面就話，哇，三集都係囉，即係打過，然後跟住呢就話抽武器，武器，然後跟住就只可以用嗰件武器打，跟住左支座永遠都打輸。咁呢個係原作嘅原作設計出嚟嘅，幾次 Little Buster， 幾次 Angel Beast 喎，我冇呢啲，頭個作都冇講嘅，所以當時 Angel Beast 做嗰陣話講係抄 Little Buster 咁解啦就，咁佢係之後㗎嘛，係啊。咁同埋一個睇落特別冇前嘅，唔係，但係你話呢套嘢嗱，我雖然有玩過原作，但係我覺得其實咧，因為喺原作裏面呢、這個戰鬥呢一 part 咧係冇錯，係經常出現，但係我覺得喺動畫裏面係唔應該經常出現。如果唔係好悶啊嘛，係好悶，即係你唔嗱，其實你有高手同唔高手之分，就係其實等於你睇《古拉多》呢個自代經常八裂腳。啊！嗰個劇情係秒曬邊個啊？秒曬完春元，唔係最後你到 level 滿得99隻腳噶嘛？佢練到係999 hit 咁樣。係啦，即你唔好呢樣，但係佢起碼就係佢係用個劇情去帶呢一招出嚟，亦都好笑。而家係夾我而家個 JC 做出嚟個咁係咩咧？佢係夾硬要做呢一段出嚟。唔係應該咁講 ，JC 其實真係完全照搬原作。劇情搬原作，分嘅搬原作，對白搬翻原作，連啲咩稱號啊、金句全部搬翻原作嘅係，所以連呢個打鬥都照搬原作係好正常嘅係。因為你話我會睇到就係、是、我睇三日之後，其實我覺得好悶就係、是、每次都係劍道嗰個叫阿蛇，突然間唔記得曬。劍道啊，真人咯、啊，真人突然之間。唔係真阿謙啊，真人係肌肉嘅。耍真人，就話同佢講話，我、呢、這個自己我教錯你個用法，然後跟住就要打一場，出咗兩次係，跟住公介出場。然後跟住打完之後，都不失跟住再去翻日常就係、是、我做翻少少日常劇嘅嘢。然後跟住而家就佢而家個套路就係、是、跟住帶個新角色出嚟。三集都係咁樣。我睇到就話：咁你想點啊？你講緊啲乜嘢？佢照搬原作啦，合下咯。唔係話三集都係搬新角色。最犀利嘅其實第二集你話我都算啦。第二集有個位就係啱呢個李樹突然之間暈低咗，話佢有學睡症。好熟嘅套路，跟住第二集出嚟之後，大家冇嘢嘅。其實我繼續用翻呢個套路話，你有冇嘢啊？你有冇？即係其他人之後覺得話，我
我覺得即係老實講，唔死啊嘛，咁冇嘢啦，下日繼續啦。唔係遊戲嘅話，因為大家估到之後會做，所以唔會理佢啦。動畫唔好咁玩啦，大佬，你前冇前冇後，做完之後冇得。同埋其實我覺得有樣嘢好奇怪，就係佢嗰啲分鏡，佢係好似將一啲好似類似四格漫畫咧 ，cut 一段，跟住黑會黑幕嘅，黑咗幕一段，跟住就接第二段。係啦，佢冇。我覺得係好。我覺得係呢樣嘢好似我感覺上好似睇緊漫畫咁樣。呢樣嘢佢冇錢嘅問題，因為佢好多其實應該要好多運鏡嘅場面，佢等偷工減料散曬佢，所以覺得好似鏡頭斷咗。即係第一集阿玲同埋阿莎莎咪打嗰陣咧，佢係 cut 咗嘅，淨係飛咗去嘅就。唔係 cut 唔係問題啊，佢俾我感覺上佢唔係做緊動畫。佢唔連貫囉，唔係有冇玩遊戲啊？遊戲啲 CG 我就冇玩遊戲，我而家睇緊動畫啫嘛，我唔係講遊戲啊嘛。而家佢係遊戲動畫化啊嘛，你唔係將個動畫喺遊戲方式咁樣表示啊嘛，係冇可能嘅事。好奇怪，咁正常你動畫化，你應該搬少少中間有啲連接或者連接下一段劇情啊嘛。但佢唔係做呢樣嘢喎，佢做完呢段劇情黑幕，做第二段劇情黑幕，做第三段劇情咁啊完一集。咁我俾我個感覺就上就好奇怪啦呢樣嘢。老實講，你話如果真係近年遊戲即係遊戲動畫化，即係將遊戲化嗰個 cut 已經大到極致嘅話，嗰套叫 Personal Four。嗯。但係嗰套即係嗱，你開頭啲人睇都會覺得其實，但係佢識運用呢樣嘢，有啲人唔慣嘅，你都可以救病話：我而家睇緊動畫，你做咩斬咗一段段俾我睇？日期啦，佢日期分啊。但係佢呢個就更加誇張，即係人哋叫做咩呢，去斬，但係每段劇情都唔同，有故事講出嚟。但係佢斬，我至少我睇咗三集裏面，我睇咗同一個套路嘅嘢。基本上我覺得就係話，喂，可能 JC 嗰晚即係話，嗱，你將呢一段塞翻落呢度，即係好似砌積木咁樣砌出嚟嘅。依三集，佢唔係砌，佢將原作 cut 咗之後精簡化，盡量精華化之後做出嚟嘅嘢。佢好似做緊小品咁咯，變你嘅 B 章跟翻曬原作，佢就係呢度話跟翻原作就咁跟啦。跟原作就得，跟原作係可以嘅。我唔係話跟原作唔好，問題係跟原作咧就出事就會係。應該話咁講啦，佢點樣去？令到個動畫個順序係合理，因為 Little Buster 其實你可能有啲聽眾都有玩過原作都知道，其實因為佢太多，佢其實線多，其實佢，而且佢仲要講埋，可能就係 key 石最拿手嘅就係有一個裏面有一個隱藏嘅故事喺裏面嘅主線，佢要帶出嚟，即係佢呢樣嘢當年京阿年佢做嘅方法就係我放棄曬其他線，我淨係做一條線，但係而家而至睇到俾我睇到三集個 feeling 咧。佢係想所有線都做曬嘅，冇可能佢得半季，唔係佢得兩季嘅時間係冇可能做曬全部線嘅。但如果應該咁講啦，如果佢唔係想做曬全部線，佢唔需要咁樣斬法，因為佢而家咁樣斬法就係想咩呢，好多嘢唔需要用一個劇理嘅方式去帶過，純粹一個而家上午做咗啲乜嘢，中午做咗啲乜嘢，放學做啲乜嘢，跟住再聽朝早上午又做啲乜嘢，大家可以睇到好清楚嘅。上晝可能係宿舍啲嘢，跟住中間就阿貓同阿玲食啲零食。中午係到下晝棒球練習賽開始練習升 level， 完全跟足曬遊戲嘅流程㗎，係好犀利㗎。你估你而家即係我都話你而家唔係打機啊嘛，即係同埋你就係我當然唔知道佢想做邊條線啦，估計應該都係女主角線嘅，理論上就阿玲嗰條線嘅估計。嗱唔知啊，佢話佢原創啊，雜誌訪問佢話原創㗎，唔知係咪真係女主角？唔知佢點樣原創啊，但係至少就係。我到現時為止我睇唔到任何原創元素囉，我最簡單一樣嘢我睇唔到任何原創元素，我就知道就係你好忠於動畫，你忠於到程度就係你完全冇諗過嗰樣嘢究竟適合唔適合，呢個係一個重點。唔係呀，我真係怕就係佢得兩季返嘅時候做唔曬成套嘢呢，就會原創結果出嚟啦，就或者原創之後同原本劇情唔妥啦，就係、是、JC 做嘢乜都咁死嘅啦。唔係咁有個，因為如果睇返 OP 呢，如果以佢而家咁走法呢，係唔會有 EX 嘅故事啦，係即係可能就係得 Little Buster 無人版劇情。跟住就驚社話唔可以做個 EX 版嘅，我知啦，因為我實在推測啲就係。但係講返動畫嘅話，即使睇返故事嗰個吸引度都唔係話太高嘅。嗱，好簡單，即係你都你話即係平常嘅，你用返一開我哋第一套講嘅 Roblox 咁樣，好簡單，人哋角色都係少，佢角色少添重要。佢帶個故事鮮明，你有個目標喺度，即係就算你好似話嘅，依度我要成立一隊 Little Buster， 一隊棒球打棒球，我要揾人。其實好簡單啫嘛，你依個咪同經社做 Quanadon 嗰陣時，你要去集合一班人去畫劇部嗰度，一樣道理啫嘛。逐個揾咯，又係即係都係逐個做乜？佢係咁樣去帶故事，你而家係叫做係撞故事出嚟。
模式就是一樣的，但突然之間又會標另一個角色出來，沒有原因的，即是都沒有一些話劇情帶動話、啊、為什麼這個、人會好像，其實你最簡單的、他這裡阿維湖、出來、嗯、也是用其實很 key 死的方式，就說我、哦、這條有天才來的，他喜歡上堂就上堂，喜歡不上堂就不上堂，即是那個大小姐貴族的跟庫拉多阿克多米個 case 一樣的，其實，但係佢點樣帶呢個故事出嚟就係、是，哦，一開頭就認定，嗯，既然呢條友咁得閒，佢應該好、多時間去參加呢個學會活動㗎啦，咁所以先揾佢。但係呢個咧就係、是、阿、維湖佢主動，啊，突然間同男主角講幾樣嘢話，嗯，你真係好鬼得，俾人捉咗，總之男主角真係好鬼得意喎，我唔知發生咩事咯，其實佢之前有幾集都冇喺。同班同學嗰啲冇鋪過完全冇鋪過噶嘛，係啊，即係你又冇出現，突然間彈個人出嚟咯，跟住我你三支都好，三支都串個場啦，阿羅優谷冇位度噶大佬，咁講佢 JC 同京社佢個做法唔同嘅原因就係京社會重新編排人物出場次序，嗯，但係明顯見到 JC 咧係。一嘢掉曬出嚟先，首先就係你就算講啊成班人裏面其實而家冇一個深入描寫，係冇一個有做過。男主角會唔會叫有咧？冇，我邊個男？唔係先，你講男主角係邊個先？你分清楚。唔係嗰個。係公介定係你？你好簡單啫嘛，你其實如果照京社嗰個模式嘅阿、小球嗰啲佢一定不神佢一定不如不神佢一定講咗先嘅啦。嗯。佢一定會講咗先，即係。大一段即就算中間裏面好像其實你維護會出來的就算這樣他可能輕輕都會大過先，但你重編個劇情你知道那些角色是有順序，現在講緊這個先，現在再講這個，當然我不知道因為他現在是原創他想做過什麼故事，那這件事我們都評論不到、嗯、但至少我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出了很多角色，但其實我一個角色我都不太記得，其實如果我不是玩過遊戲版的話，其實他簡單一點，譬如說在其即之前不是飯堂那些揮那些力串下場出咗嗰啲先，會唔會個感覺上會好啲？就唔係而家突然間一集走個角色出嚟，咁可能下一集又走個新嘅角色出嚟嘅咯。你睇 O P 係啲角色未出場嘅，係啊，嗱就係、是、見到呢樣嘢。你話嗰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本身遊戲玩、嗯，其實你話已經一開頭就要好用最快速度，已經係集齊曬所有角色出曬場。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可能對 J C 講係一個負擔嚟嘅。佢、嗯、點樣去處理就將所有角色出咗場先。嗯、然後跟住先再去大故事，唔係係咯，好似咁話齋，可能揮嗰度咪錯下個樣咯。你露個樣唔會死個大佬，真係感覺上好，感覺上就好啲，冇咁奇怪咯。至少我知道一樣，即係我玩個遊戲，我知道就係、是，就算集派曬所有人，其實你都係走緊單線故事嘅啫嘛。唔係共通線咩？唔係集曬就共通線，有啲係分開。即係後面分期先至再有分期，集曬人係條條線都有嘅，即係話。是任你揀，或者其實你這個很簡單，你說做的做法的，如果他真的想，他真的想改的，你不是說慢慢集合人的故事，然後逐個人做的故事，我竟然說、哦、因為發生了一件事，然後願意加入，很簡單而已。不是，譬如說可能你打棒球練習，原來發覺沒有人揮棒勁的，那你說先去物色一個揮棒去做多個，第一例子咧，全知道打棒球話要咁多人嘅，冇問題嘅呢樣嘢，我哋知道呢班人係白痴嚟嘅。即係總之有個俾個理由，佢個故事咪會靚啲咯呢啲嘢。所以暫時呢個睇咗三集，只可以更加堅實我一個想法就係 JC 出版必然賴嘢，呢個咁嘅想法。所以我哋係等住完翻係咪炮佢咧？而家都跑緊㗎喇好似。即係你話叫做都幾灰，唯一兩點都係聲優，其實唯一兩點都係。又聲優套套啦咁講。唔係聲優用返原作啫，不過問題因為原作一個人食三四個角色嘅文安就而家就冇咗啦，要分開返啦。冇錯。咁其他啲就都係一樣㗎喎，佢都係。但真係我真係唔敢諗呢套，即係因為其實京社的確係喺將 key 社嗰啲劇本係做得最好，你話唔係最少佢融和得到，即係佢可能會睇曬所有嘢，你可以覺得邊度要修正嘅，你可以話佢會做呢樣嘢。個難度係高嘅，其實《Little Buster》處理個劇本嘅難度係高嘅、嗯，但係即係既然你交得即係 JC 接得呢個 project， 即係你接得呢個 job， 你預咗㗎啦，係佢自己近嘅，冇人要佢接嘅，即係你預咗佢係難啃㗎啦，你預咗佢係，因為即係。我唔相信佢哋冇，即係如果佢哋冇玩過原作 ，I'm sorry 咯，即係想拆船啦，仲衰，想拆船啦已經。跟住佢話，聽到話，咦，喂 ，G 社 work 㗎喎，應該賺到錢㗎喎，傻啦，你拍到咁樣一個人買你啊，真係，係咪先？人哋唔賣獎㗎嘛，可以真係。其實即係你佢系列構成啊，嗰度嗰啲嘢，其實腳本啊，嗰班嘢其實
即對我嚟講咧，其實嗰班人都幾雷下嘅。其實即一開頭，所以 JC 再加埋呢班人咁嘅成員骨幹咧，我真係對呢套嘢其實開頭講，我已經冇任何期待嘅。其實因為你見到其實啲人啲樣都有少少崩崩地嘅。咩啫？中可以崩啦，其實可以佢只要算運動啊，或者遠鏡、中鏡啲手腳啊會崩，即係塊面會扁陣先，點解會？即當然我唔知呢套嘢經費幾多，但係我預算應該都唔係高噶啦呢套嘢其實。做 key 社唔系高，我咁而 key 社一定高嘅。但系 key 社个咩嘛，你嗰个名气会比较大啲啊嘛。咁其实你俾多钱，其实正常嚟讲，你应该投放多啲资源落去，咁睇下佢个收益会如何。唔系，睇下今季嗰只丁化妆几多钱啊？咁哦，佢资源分配啫，呢样系咯，有问题系啦。咁啊，呢套其实我谂大家就等睇下佢完晒，睇下点咯。我谂睇一半就知噶啦。其实佢如果其实睇一半，佢都仲系用咁嘅套路嘅话，我可以话佢死硬。死硬，冇错啦。好啦，咁我哋喂，补充一样嘢先，最后我要讲呢样嘢啦，就系话佢啲颜色好似好浅，粉色咗好多，对比原作。蒙咗囉，你可以話粉咗好多囉，咗啦有啲嘢喎，係呀，佢唔係話粉咗，我又覺得未知淡色咗，用啲色佢、好啦，下一頭啦。